準備要搞呢個藝進 Ocam 嘅時候，哇！真係好辛苦。我記得我得五日時間，我要做 poster， 我要整報名表，要整即係要預備家長信，因為有啲未夠18歲噶嘛。最大問題是我要 set program， 又要 book 營地，你知道營地啦，要幾個月前 book， 我得五日時間。點 book 啊？我真係坐喺屋企逐個電話打去問，我真係癲啊！即係其實之前我諗住長職啲唔 book 嘅，因為好麻煩啊。但係唔知點解個感覺就係你打啦，你打咗冇死，你打啦，到係最尾一日，真係長洲有60個位，哇！我覺得主啊，原來你要成就一樣嘢，原來。我愿意去顺服，我愿意去肯去做的时候，主你就预备了。看见他们呢，我就想起我呢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我读书的时候，我都参加过类似的这些的，就是基督教的一些的聚会，基督教的 camp 啊，这样啊，那感觉我起回来原本其實我很大機會參加不到 Ocam， 因為我本身就是那些拖字訣的人，想著最後一日才報名的人樣、其實但是我第一日就去了，然後就參加了這個 Ocam， 因為後來他們說完原來個 Ocam 是第一日就完了樣，如果沒有去這個 Ocam， 可能未必會參加這個團契。為什麼團契的姊妹弟兄姊妹對我這麼好的呢？為什麼有人可能說一句，就是我身邊的朋友都沒有人對我這麼好、身邊的朋友都不會跟我說，喂你屋企你怎樣啊，這陣子你好像沒什麼心機上學、感覺上我是最大是真的團契裡面的人，因為是令到我自己會多了一份責任感。對，他自己都經常說我當你們家人啊，真的很開心可以一起咁樣咯。同埋咧，好多時候我很感動一樣嘢，就係話，無論我哋院長、副院長或者總監嚟做分享咧，其實佢唔係講佢自己有幾叻、有幾巴閉，佢反同而好多時咧係講翻佢自己以前嘅出身啦，或者一啲曾經嘅經歷過嘅。喺老師嘅眼中係一個好難搞嘅學生嚟啊！咁啊又唔翻學啦，咁啊又唔做功課啦，啊咁考試又出貓啦啊！咁結果我係。停了學三年，那令到我的同學仔會覺得、我們的院長或者我們副院長、總監不是那麼高高在上的，原來他們都好像他們以前那樣，曾經是走過在低谷裡面又再爬起上來的。所以看回轉頭，其實我自己很感恩的、雖然經過很多上上落落起伏伏，也都有辛苦，又面對又要很多 的問題、但是我自己都很開心的這一生，因為自己改變了，因為自己得到那個福分，他想分享這些福分給一些啱啱嚟藝進的學生，能夠見到人生命的成長或者一些生命的改變，其實已經很感恩。我想其實也是同學對我的影響力嘅，好互動嘅。有時候我都會從同學嗰度諗下，啊點樣嘅方法令佢哋吸收比較容易咧？我喺呢個院校見嘅老師同其他老師好唔同嘅一個地方，佢用生命去影響你，佢用生命去支持你，佢係用行動去話俾你聽，我幾咁去愛你。所以有時似乎好像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，但原來是神是可以用到他在他們生命裡面就 做一些工作，以及結到一些果子咯。走
呢條路就係、是你點樣同啲老人家打開話匣子啊？自己本住就係話服務他人啦、啊。即係如果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嚟講，有呢個心去做義工，咁其實我哋都已經帶咗好多歡樂俾啲老人家啦。咁雖然係一啲好微小嘅、好渺小嘅一啲行為，但係已經係幫咗一個老人家佢嘅心理上嘅快樂。我哋俾愛人係因為神先愛我哋啦。咁其實對於呢樣嘢，我哋亦都要將呢一份愛去俾其他老人家，俾佢哋感受到啦。我哋咧去一間嘅長者院舍裏邊做啲服務聖誕節，咁我記得出嚟嗰陣時咧，佢就勉勵大家就話：其實你唔好覺得咧，我哋係服務緊啲老人家。其實啲老人家係啲天使咧，其實咧佢係我哋嘅祝福，我哋嘅天使，佢俾我哋有個機會去服務佢。其實呢個係我哋嘅幸運嚟嘅。即係信仰咧，係一啲我哋要實踐嘅嘢。咁當你越實踐嘅時候咧，你就睇到嗰個嘅真確性，都睇到個嗰種 power。即係福音係要傳啊，但係最勁嘅福音唔係傳咯，係行出嚟咯。行真理的必來就光，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約翰福音3:21。願你的荣耀